Hello， 各位大朋友、小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玉峰叔叔，欢迎收看 Shadowverse 的特别的《暗影毕卡索》节目。这就是改版全系了，我们的《暗影毕卡索》将会有30位的高手画家聚集在这里，然后画出我们游戏中的心目中自己的卡片。然后在座的30位都是对自己的画技非常有信心的人。然后等等，你们就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精彩的画作。你们也可以在留言啊，或者是聊天室啊，甚至是弹幕里面一起猜，一起参与，一起参与这个伟大的这一刻，历史撕赢的一刻。那我们就开始第一题喽。记得要写一下几个字哦。然后请勿写，对，要请注意一下，不要写废数。还有就是今天不要写废数，还要不要写那个体质。那把几个字可以写在左上角，或者是按下 HIHT， 然后就显示几个字。这是谁啊？一个妹子，四个字的。他的下巴是这么尖？什么尖下巴妹子？我哎、欸，有人对了，消失猜到了，太扯了吧！可以，我会了。可以，其实还蛮像的啊，只是应该要先画那个关键的棋子，就一下就让人被猜出来。他故意的，他的策略就是不想让人先猜出来，所以先画一个本身的那个动作。你们的老婆啦，超像。重点是美腿，美腿，哎、欸，美腿呢？美腿怎么变成那个？为什么多了一根？很可以，很可以。十五猜幼女一定不行，一定没问题。没有，我一定不行，我不会，我都不认识。哈？铁拳那个是什么？铁拳手腕。铁拳那个叫什么？铁拳兽人战士。好吧，其实还蛮像的。哦，啊，创造物激光炮，给，谁知道啊？谁记啊？完了完了，起来！最好先猜雨峰叔叔。反比将，超强，人王哦！这张图，这张根本就是人王在截图啊！哇，那人王的场景直接截啊，不是人王啊，孤狼哎、欸，之狼啊，之狼的场景太帅了吧！那个细节真的是忍者艺术啊！
哦，你讲板壁不是吧？哦，正塔红龙艾特啊、哦。最后记得艾特，我觉得最惨是要画那种不知所以然的东西，我感觉现在就是一个不知所以然的东西啊。啊、哦。然后一天要画、啊，好插头，有一个插头，然后接着是房子、电线杆，很多的那个房子，什么、啊？有个肥宅在中间，在跳舞。感觉在什么街道上，对不对？远古圣域啊，有三个字哦。哦，小叶。最后才有重点，头上那个画出来就知道了。哦哦，终于给阿梦画到妹子了，是吗？天照。玩偶什么？玩偶少女不是吗？玩偶，玩偶 ，fuck！ 熊偶啊！熊偶少女。有画到一个妹子，然后又画到一只熊，不错哦，很厉害。现在注意到背景音乐好蓝哦，对啊。是吗？哦，那个眼睛，跟忘记那个球，那个叫什么？不是忘记那个叫什么？邪恶的球体，污蔑的球，不是，不是邪恶，就那个眼睛叫什么？邪恶之眼。我从来没有用过，我完全不知道他名字。我还没有用过。
这是什么？三个字。哈？真的假的？我觉得这本体应该是头上啊！我刚才犹豫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有觉得是这一张，但是我刚才想说本体应该是头上那个牙，那个才是本体，不是吗？那个先画出来，大家都知道了。不是吗？也没那么多字，猫头鹰啊，有那只是非非大小，什么大小的，中立的大小，很均衡的大小。究竟是什么呢？五个字的，又是创造物哦。哦，有机会是个妹子啊、哦。哎、欸，突然间觉得不是妹子了。哦、哦哦哦哦，三飞的那个，三飞的那个，那个也算妹子。啊！忘记名字了，金界线的恶魔，金界线的恶魔，GG。好啦，那今天就画到这边了，我也有点累了，但是我可以看你们画，看一下下。这啥？这啥？这个好艺术啊！啊！加十一加十哦，他是看几个人加多少啊，然后猜是看第一个猜对的吗？还是其实是看时间，有点看时间。明天要早八，快睡觉、哦。这是什么？看起来好像很帅。不会是星星吧？不见了，
巨锤瑞斯，化毛虫啊！我知道，满布什么东东东的毛虫。铁，我怎么会觉得这是这次的新卡啊？什么城塞之类的，虐袭城塞。那你竟然有这种题目可以拦到我们的阿梦？什么啊？所以到底什么？满山的活死，那你还其实活死满山活死真的会比想象中难画，因为本身就是一个扭曲的那个人体，然后你对那个人体怎么扭曲没有概念的话，真的是画不出来是个人，你知道吗？就一坨不知道什么东西在那边，一坨肉。我知道满山火石是女的，可是想画就画不出来。骑士死掉的妹子啊，我们张比也很可爱。怎么你？乐团的色色，乐团的圣兽。刚直接把它当树会，对不对？其实我觉得第一笔感觉很像，还不错啊，就那个感觉。只是我会踩到星星那边去而已。怎么那么像那个啊？范恩地形的范恩，这感觉就是一个人欸，五个字的，谁啊？那么帅，这有点帅。不是妹子 QQ， 你可以换一个妹子的那个啊指挥啊，反正只要是指挥就好。五个字，小小幼龙那一只，小小幼龙，这次感觉很帅欸，啊，我知道了，癫狂暴龙之类的，理性的崩，不是。我脑中现在的理性崩坏是只有圣二的那只卡面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打从开始玩锅头戏之后啊，不是我打从开始玩锅头戏的时候就已经是用圣二的卡面了，所以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圣二啊。现在还能进来吗？可以啊，如果有位置的话，好像没有欸。这是什么？帕派瑞斯？其实还蛮像的。有一个人离开了，可以进来哦。他下面那个图形怎么回事？疯狂的魔神像。晚安，晚安啦、啊！换黑，
月夜幻黑，怎么看名字好像什么音乐幻风？订书机啦，哈哈。没有撒旦的使徒，应该是没有。这眼睛大大的妹子，我靠，这好强哦！这艾丽塔。独角兽骑士，哈 ？Unicorn 就是独角兽。他只是画旁边那一位，硬要画妹子。是妹子哎、欸，我说你们都是可以抽得到妹子。嗨嗨，太妃糖，好可爱哦、喔。金发呢？绿衣服，妖精。好，对，没错，这就是长这样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不妨点下订阅关注我，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资讯哦。我是玉峰叔叔，我们下回见哦，拜拜。